人桌，然后其他有两人、六人跟八人，四人桌是最多的。可能应该现在是因为都是小家庭的关系吧，四人聚餐位置最多，四人桌。这个店内的座位非常多，根本不需要担心没有位置。不过年节的时候、六日的时候还是不一定。虽然没有坐满，可是可能他的工作人员不够多，所以有时候没有办法很快的消耗掉所有的等候人潮。我们的餐送来了。先送汤品的部分，菜盘也来了，炸弹。菜盘的部分，每个人都有一份。你们那个是什么？汤底是什么？我的是烧酒鸡。鸡里面有几块肉？看一下，一二数一下。三四块而已，四块肉。它的都是腿肉的部分。对。
这个昆布锅的肉盘跟我们这个烧酒鸡的肉盘一比之后就知道大小了，那个重量比较多了。整体的用餐环境真的是还不错，这个有屏风式的隔开每一桌的距离，所以等于每一桌自己有自己的独立的空间，可以吃饭聊天。然后我们已经吃的差不多都饱了。你那个剥皮辣椒鸡里面是什么？剥皮鸡肉鸡皮。那你刚刚不是说它有什么什么硬瓜？硬瓜，它那个剥皮辣椒鸡也是可以点那个剥皮辣椒鸡的汤头，然后菜盘是一样的，那里面就会有剥皮辣椒。肉主要的肉盘好像也是可以点猪肉、牛肉什么之类的。